场大声喊一声吧，三二一。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啊，这个可不能乱叫啊，你们都要读书的好好读书，工作的要好好工作，那个拥抱生活，享受生活，知道了吗？虽然你们在我心目中永远是18岁，但是这个你们都懂得啊。啊。